我听过这个这样子的版本吗？短灯米说臭豆腐，我不会听过，那就不吃这个了，好吗？那我就对了，就变成一个诵经出来。<笑>那你越吃越好吃，跟你讲，尤其是那臭豆腐，我真的很多人臭豆腐不敢吃的。啊，只有你自己喜欢吃。我跟。